一样啊，我老我够搭九条就先了。是的，西风跟九条顺序我还是会倒过来。我还是会先打，因为早期你有可能你摸到，有可能你摸到西风。假设、对啊。假设这个大致两张西风连在一起，有可能你摸到西风，下家再摸到打，你马上碰到。对，这是蛮常见的。是啊，对。这顺治哥教的啊，先打幺九，再打尖张，扣两个大字。在够大的时候，对。那顺治哥目前已进厅。是啊，这牌让顺治前进的。吃啊。北风压哦，凑一色，凑一色，成型哦，已经停哦。北风压对发财，等下又来了。我碰听四七条，没败呢，不错。但是这个顺治听牌，东北，终于有精华可以写了。东白是不是？对，顺治也听牌，东白没人拿，四七条比较水。彩瑞要放枪了，彩瑞放这些枪又大抖来了，彩瑞放枪，恭喜彩瑞。抽一色发财，哎、欸，这个抽一色还蛮多台，因为还有发财红中，然后再上他装点拉。白皮害我差点倒牌。庄家牛一拉晕，红中白皮抽一色。抽一色二，蛮多台的哎、欸。庄家连一拉一嘛，他当然是庄家。他庄家连一，庄家连一拉一嘛，哈，红中发财二花抽一色。十台。但是做白皮我在倒。先东风跟白皮啊。好，南风东。南风东顺治上庄。拿六千进来补三千出去。其实我觉得。牌桌上面的给人家的打击其实 有效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有效。落后的人会打得很急躁、啊，会急躁啊！落后的人一急躁，其实就蛮容易这个失误了。